OK OK， 没有帮助，没有帮助，发挥出我们完整的真本领，然后想办法多拉一点距离，这样这边如果小失误也没问题了。还可以吗？还可以吗？还可以，还可以。卡位，卡位。哎，不要，不要，最后一个啊！I can't. I can't. I can't. 我无法。我要跳下去。我不要玩，我不要玩了。我要去玩主线任务，我不要玩，我不要玩什么烂卡丁车，烂东西，无意可图。好，我们接其他任务。我不要，我不要再卡丁车，烂卡丁车，烂卡丁车。这里可以跳下去吗？这里可以跳下去？我跳下去了，我想不开了。我太难过了。莫大姐安安，这游戏好令人哀伤啊！真的是没有道理啊！他如果第二圈，我们第二圈是最后一圈，那有多好，对不对？想不到，一切都是想不到。哎、欸，那卡丁车真的是烂透了！我再也不要玩卡丁车了，我卡丁车不适合我，什么卡丁车车神，烂透了，根本不是啊！烂游戏。那游戏，我要玩跑车，以后玩跑车就没问题。其实我是开跑车的、啊，玩卡丁车不适合我、啊。你被通缉了啦！这些都是你犯下的罪行的啊、警察快来！对他谋杀，他谋杀这里的所有人，警察，就是他。好像有人对我报警，我先走好了，我去秘密基地。这样警察来到这里，看到外面只有那个人，对不对？就没问题了。快走，快走。不是我打女人，是外面那个罪犯。Not me, not me。一切都跟我无关，装作没事，装作没事。哎嘞，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接任务了。卡丁车现在任务解完，路上可以叫做卡丁车是不是？哦，可以多练习了是不是？我才不要！我不要卡丁车！卡丁车烂透了！我希望 Watch Dog 2接下来的关卡都不会再主线关卡都不会再有跟卡丁车有关。烂卡丁车！他说拿了一些加速器什么的都没有用啊！我想说，我的氮气加速，对不对？我的这个零的领域，我的装了阿斯拉系统，涡轮引擎，他都没有发挥出来。我当然输啊！太难过了。
轿车可以叫跑车吗？我等一下可以叫一下。然后，黎明，闪星黎明，教堂，教会不过是个骗局。哎呀，感觉好像在洗脑的感觉，这个影片。哇，这感觉超洗脑的。这个订阅巧克力，抖内巧克力，抖内100美，抖内1000美，抖内10000美，抖内20000美，抖内100000美，抖内100万美，抖内100万美。巧克力是神，巧克力是对的啊！哇，我刚刚那影片好可怕哦，感觉好像被洗脑了一些什么东西。哦哦，好恐怖哦那影片，我现在。可是看了之后，忽然间觉得有点神清气爽的感觉啊，好像跟随那影片做着什么事情，好像就会看到人生中的真理一样。哎，哎，现在在我画面，哎，我手机拿起来，我想要进行汇款，那账号是多少啊？超像洗脑影片的。嗯，太不好意思了，谁会懂那一万枚？可以啦，有些事情，对不对？你不能把话说死，你不能觉得这件事情做不到，你就不去做。有志者事竟成，好吧？哎哎，这人开车怎么了？对，这警察先生，这里有个恐怖分子。啊！感谢团团啊，一美，积少成多。警察先生，这里有恐怖分子啊，他在拿车子在那边尬这台车啊，他怪怪的、啊。警察先生，快来把他抓走啊，他一定有问题啊！哇，警察还开枪，警察把他射死。哇塞，我们之前检举的人，警察都会把他带走。这个人果然是个恐怖分子，直接开枪射杀。看来，因为警察很有先见之明，知道他这个驾驶的车子在撸另一台车，这一定是一个重大罪犯才有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哇塞，这警察怎么了？这个这故事告诉我们，以后如果这个出国，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开车去撸另一台车。好不好？当你做这种事情会怎样？不好意思，直接枪毙哦！你以为会罚钱或者是住那个关监狱吗？没有，没有，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哦，直接枪毙哦！太恐怖了！哎呦，走！哎呦，哎呦，努力的。这台车子不太适合我啊，有点难开啊，走，到了，呀，哎呦，哦，骑过头，嘿，那个打手机的，哎，太远了，射不到他，不行，直接过去抢了，你干什么？现在不是时候，不准报警！你这坏人。OK， 来，监护。哦，乔老师换你枪毙啊！你刚刚不是也是？我没有啊，我没有乱撸车啊，是要一直撸人家，好不好？我没有做出那种行为。购买启蒙。只花你毕生积蓄。抖内巧克力，只花你毕生积蓄哟。教堂专用服，对啊，去教会都是穿这样子，可以。走。
要去这教会是吧？哎，用跳跃者。Alright, I'm heading in. I'll dig up what I can on Cisco. 他叫我先派出我的这个跳跃者，哎 ，jump， 结果，跳跃者要出动了，感觉好乱。Don't worry, if they shit the bed, I'll find the dirty sheets. And in comes Marcus with the classy uniform. 不好意思，这个跳跃者出了困难啊，进不去啊，进不去这大门啊，那大门我就进不去了，怪怪的，哇，好好狂啊，害入电动门，害不入啊，完了完了，要动动脑袋了 ，I can't。监视器好，有，能呼叫增援来。哎呦，如果把警察叫进来，是不是？哎呦，好像还不错哦。来，在哪里？找出金钥，在这里啊。可是。不能做什么其他事情呢？哦，好麻烦哦！下面要我害入，哎，是警察进去了吗？警察进去了吗？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跟着进去？不行啊，警察先生，你刚刚怎么进去的？警察先生，可以帮我开门吗？然后等一下警察出来的时候，这门就会打开，对不对？那趁那个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去了。漂亮，完美。哎呦！哼！是不是？完全没问题。但是，做啥？里面人怪怪的哦，我可以躲进这里吗？不行，要打架！哎，这是一般人，哎呀，保全在后面，我打一般人啊！一回生，二回熟，我觉得再一次就没问题了。刚刚我觉得非常的漂亮，重点是在于后面那个行人乱走啊，要不是。有他在那边当肉盾哦，我早就把那个保全打得屁滚尿流了。再一次，先准备好我的枪，我觉得。I'm heading in. I'll dig up what I can on system. 我觉得，欸，拿出我的这个好枪就没问题了。一个，这个，冲锋枪，好不好？我们是有冲锋枪可以用的。再一次，刚刚的尝试是非常的好的。I'll find the dirty sheets. And in comes Marcus with the classy metaphor. 哦，保全在哪里？这个 911, I need you. OK. 我觉得警察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进去了，跟随着警察进去。没问题。哎呦，警察来了！警察超凶的，用跑的。开门！哦，警察有卡哎，万能卡。SFPD, cease and desist. 有，没事，没有，完全没有人发现我，很好，非常好。躲起来，完全没有人发现我。然后他手榴弹要爆炸了。哇 ！Nice！ Oh yeah！ Oh yes！ 警察先生 ，Not me！ 嗯，两枪我就死了，又是一个路人。
我又被一个路人给弄了。再一次。All right, I'm heading in. I'll dig up what I can on Siska. We're about to go to battle with these fuckers. 怎么可惜啊？ I need anything shady you can find. If we want to pick up followers, we need to generate some serious outrage. Can't we just make something up? 有这么难吗？ If we get caught lying, everything else DedSec ever claimed will be caught. 应该没有这么难吧？ Don't worry. If they shit the bed, I'll find the dirty shit.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次？ And in comes Marcus with the classy. 我也不想杀路人啊。I aim to please. 这一切都是一个美好的意外啊。从墙壁旁边的小洞进去，那个没办法蹲下进去，那是给